我叫高山，杨幂玲儿的我真高大，能参加好男儿的节目，我很高兴。我从第一天在IBM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其实那时候就在想，高山他应该踏入娱乐圈。生活中我是一个快乐的大男孩，工作中我是一个严谨的大男人。 节目中，我是一个爱唱歌的好男孩。但妈妈告诉了我，在唱歌最好劲就是洗澡的时候。我第一次看见这么一个大男孩，竟然会为了一首深情的歌而流泪。因为高山来自单亲家庭，他告诉我了一句话：两个人的感情不一定是永久的，但是要珍惜现在。我听说大家喜欢我，所以我会成为让你们更喜欢的高山。 Start spreading the news. I'm leaving today. I want to be a part of it. Shanghai, Shanghai. These vagabond shoes are longing to stray and make a brand new start of it. Shanghai, Shanghai. I want to wake up in a city that never sleeps and find I'm king of the hill, top of the heap. Ain't I'm the one, JiaYouHaoNanEr. These little town blues are melting away. I'm gonna make a brand new start of it. Shanghai, Shanghai, Shanghai. 谢谢，让人忍不住的swing。嘿，这个晨晨也入戏了啊。 来来来，高山实在是太高了，谢谢你还帮我带一个道具上来。当心当心，好像这个箱子有点软，细软都在里面，不太好踩。来，我们听听我们的评委是怎么说的。我先说吗？you speak English or you can speak Mandarin？ 你能听懂中文吗？我听不到你。你听得懂中文吗？啊，一点点。OK，我觉得那我就可以慢一点说。我觉得你们。 德国的足球队，如果都长成你这么好看的话，赢了阿根廷，你们就，你们对，啊，但他的个子也善于投球。发现没有，我们这个高山长得有点像憨豆先生 ，Mr. Bean 啊，我觉得比较像 Tom Cruise。我觉得很好，长得也，而且德国男人给人感觉都是好男人啊，那个样子。 但是Boston生的美国人可都不一定是好美国人，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，歌唱的一般吧，因为你说你从前参加过 jazz band， 但是如果你是这种经历的话，唱的就一般，不是特别 jazz，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样子的男人，我也很喜欢这个样子。 首先，我觉得你的整个的一个歌曲，包括你的那些美丽的 dancer， 跟你的合作在一起，呈现给我们，我觉得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评委，而是一个观众。我觉得你整个节目的编排的观赏性非常非常的强，所以我觉得你很不错。
看来我们这高山把这个万人迷给迷住了啊。李静，他在唱的时候，陈好的一直过来跟我说，这就是我喜欢的那一款。我说，请你要坚持一点。我出卖了他。然后那个，我觉得其实刚才那句话呀，高山，我不知道你介意不介意，他说你是很有欣赏的感觉，意思你就是一个男士花瓶。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什么叫花瓶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是景泰蓝那种。他说那意思就是一 wallflower， you know。哇，那种就是很有质感的花瓶，嗯，很让我们女人觉得愉悦的男士花瓶。按照中国话讲叫中看不中用，是吧？ Good looking but not really useful。对，我觉得男人是坚强的是一种嘛，还有我觉得你是幽默感，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嘴张开，一直笑笑笑笑下去。OK， 好，来高山给自己拉拉票。OK， 你们好，我是思考，从德国来的，非常喜欢中国的高山，希望你们也喜欢我，请为我投票，谢谢。